为什么师父爱因爱去做看无呢？就是爱拍开心，唔通自卑，咱家己呢爱行出来，你爱去跟人结好缘。咱若讲一遍吼，咱还阁真清；讲两遍呢，咱就会加较熟；咱若讲三遍呢，哦，都会当真流利吼，会当把咱组织的精神呢，都安尼会当直直讲出来。这呢，就是师父爱伊去除啦、去除吼，迄个自卑感啦。所以呢，爱照顾来，甲大家人同款，爱去做看无。啊，一般的人，我是希望人人呢，好爱家己去做，好缘家己爱去结，大家人呢爱去跟人结好缘。要生活的以前，爱先结好人缘。咱爱去无心，无心呢，就是讲，咱若好的代志，一直讲给人听，大家人听了后感觉讲，我若做好事，我会真欢喜。那安尼呢？伊想爱做好事，啊，会想要去做恶事无？对啊，心呢，一念心呐，有好都无歹啊，吼、哦，一念好的心起来，歹的心都消除掉去。安尼呢，伊哪做哪欢喜，哪做哪欢喜，真自然呐、啊。伊对做好事都有兴趣，啊，对恶的代志，伊都慢慢呢会当。了解，唔通做恶事，唔通制造苦难的代志给别人，这呢，这是咱真正伫咧修行的人。那希望自这人都爱去走入人群去看无知识，师父用意是伫个遮，唔是为着无钱，上重要就是无心。所以师父会定下甲大家讲。滴水成河，粒米成箩。哪怕一粒一粒的米啦，堆积起来，那都是一大米的米，一大缸的米，吼，咱都会当分予真侪人吃。